地阿公哈，就是那个玄天上帝去跟他们托梦，说他不要在那里，因为那个地方是阴庙，那旁边就是坟墓啊，这是阴庙，他不要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要另外有个庙。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呢，阿里山的人整个那个是阿里山很大的事件，很多人就在这个就是这个址的旁边那边有一个广场，一个广场的地方那边关。关之后问那个地阿公公说：“我们你需要在哪里？需要到哪里？”关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呢，哎，终于才决定选的这个地点。啊，这个地点就那个时候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摄政宫的庙在这个地方。这个庙就是这样子的来源哈。然后后来是因为越来越盖越大，就盖成这么大。中间当然还有一些过程哈。那晚上的时候可能可以再讲详细一点。那么这个地阿公公庙在盖起来，就在民国。啊，民国37年左右呢，盖起来之后呢，曾经有一次呢，42年的时候再扩大一点，一直在扩大。那因为那个，因为这个在卖这个时候呢，就是晚大概每年的那个15号，10月农历10月15号是会有一个大的祭典，那这个地方会有贵会啦，或者甚至有作家等等哈，然后就会有一些当地在这边做，其实阿里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啊，有时候那个当地在跪会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会走到这个地方下来，好、哦，然后在当地表示说，他那个神附身哦，神子的等等哈、哦。啊，这个地方曾经有发生过，那个当地因为要作为他的那个神子，所以说他走下去，他们冬天的，因为十月哈，农历的10月半的地方的这个地方几乎都快要结冰很冷的时候，他就走下去，上去就没有上，那很多人回来这边看。看的时候就说，哎、欸，怎么都没有上来？他说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是神，他是神附身，所以 OK 没有问题。然后大家就在这边继续看，越看越不对劲，怎么一直内顶都没有上来？然后最后就有一个上顶的队伍人就觉得不对，就跳下去要救他，跳下去之后太冷了，怎么又跑上来？太冷了。后来终于呢，有一个人终于又再一次上来，跳下去之后把他抓出来，原来他是陷在那个泥沼里面。然后他们赶快把他那个人就把他带到那个前面广场那边去用，一直给他烤。然后就说要叫医生啊等等，那有人就说没有关系啊，他只是去找他的那个武当山啊，他回到他的老家去啊，所以等一下就回复啦、啊。那再叫啥不修啊，结果他后来那个肚子就怎么胀起来，然后就死掉了。这个就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里面的那个故事其实还蛮多的哈、哦。那为什么当初要建这个那个殿啊？那个因为我们日据时期因为砍伐那个森林的关系，所以森林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大家会紧张的，比如说。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的东西出现，然后呢，曾经呢是我的那个技工，好，我的技工呢那个时候在做那个吉木材，在烧那个吉木的时候，在烧那个蒸汽火车的时候呢，然后就经常好像有鬼火在那边跑，把它吓到整个火锅都坏掉。那很多工人因为害怕，所以他们呢几乎呢都因为没有自己的手可以拜，所以那个日本人不准他家拜那个神，只能够他们有那个三神，但是那个效应不大。后来因为那个工人都一直在跑掉，所以日本人就说准许他们去挂那个什么，就是咖喱羊啊，就是让他们去安抚这样的心思哈。然后这个庙就是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日本人离开之后，他就说我们自己应该来建一个这样的庙，然后怎么来安抚大家的心思。那这个地方变成阿里山很重要的一个阿里山地区的一个民间的一个宗教集散区。所以阿里山目前阿里山有宗教信仰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天主教，目前好像只有一个信徒，就是在那个一家信徒的样子，然后这个大众就是这个玄天上帝，那另外就是那个佛教就是在阿里山信。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直接就到那个神木的地方去做一个解说哈，现在就用神木的地方去。前面我没有听到，就是说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个？前面就是说，一开始就是来这边要开发，要盖房子，就在这个区域开始。然后有说到，水的来源那边你有听到没？就是从那个姐妹池那边，它就是水位满足就会流下来，流到这来，对，然后也会到山下那边。这样，所以这边的水是从姐妹池溢出来的。然后一开始的正天，那个受教公司小小一间，然后这是扩建之后，就一开始房子啊庙都是从这个区域开始。就日本人来这边就是从这边开始的。日本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哦，这个坛看起来很建筑，我是法律经济的。但看起来蛮，这个池看起来比较像个原始的池哈、哦，比刚刚那个姐妹坛看起来好像，我觉得比较天然，天然的。你这样啊？因为他说那个至少我们在媚坛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我看到那个媚坛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假假。嗯。因为这边又有路做起来了，啊，就是这边有又有路做起来。哦，哦这样，嗯哼，波姐坛比较漂亮就是，哈、哦，姐坛比较漂亮。不过那姐坛的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脏，有没有人闻？它已经有点，哪些区域已经干涸了，后面是。哦，这样。就很干季就比较没有什么水。哦，你觉得这样怎么样？看我拍照。